Pahin, makin kaya musubah semakai, taniti khasifu tasawan zanama sang ai zaoping he sichi, moza kaya tenet, pahin, talaurawanta, yauta, rarawanta, sumkos, Venus, baka nasti pa mengti, tavai, pahin nani satorin, ngitu kanengyana,Venus nani musubah tus nakukuni aedetan kauman Venus taniti tasaw matiwita temita tumara bahkin nani yawa mahong ay yawa ivavaw ay yawa zaofaki ay ti ta wawaw na naong bahkin zaunani kena Venus na kungkuna niro simkena kani tasawan matiwita temita tepahin jaunan isim kena ditantasi.台湾始终是这200万年来地球上北半球生命的诺亚方舟，收容了恐龙、目击前后全球最后的活化石，最靠近赤道的海角娱乐园。在每年秋天的时候，也就是大约在11月的前后，那是三毛菊，它的叶子会由翠绿转为鲜黄，整个树叶会掉光。在春天的时候，哦，它又会冒新叶，那夏天的时候会整个翠绿色的。这个植物，因为它也可以算是一个所谓的绝育植物，那它的祖先在古老的年代就已经活存下来。那如果从生物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它都分布在温带、寒带的地区，像日本或者是北美这样的环境，那很少在北回归线经过的台湾岛还可以看到。巴拉。Kemonia ketua senai sila pukuda senian yang ane yang kita dorang kuda wadur kita marin nian kuda angat. Saya 的时候，老人家常告诉我说，哎，你年纪最小，等一下让你去爬一个断到月亮的树，因为我们的台湾山又高又长，所以通常寄居在台湾山的爱姨树哦，产量一定比较大。那个树有多么的雄伟，让大家认识台湾山是我们的骄傲。小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到森林里面要去寻找那个武林高手。玉山元伯就是台湾的这个树林里面的真正的武林高手哦，因为他们在最高的地方，然后跟这些云雾啊，跟这些岩石这样子的相伴的一个过程。玉山元伯身上至少留着6000万、7000万年最少变动的矿骨基因，足以关进恐龙灭绝之前的洪荒的深层历史。玉山元伯彻头彻尾，他是绝地武士，用他的纤细跟柔情，刻画生命极限的刚强。
我想这是红块，大概有一块100年的。山老鼠最喜欢砍这种。祖先留下来的财产，大地所留给我们的资源，为什么这样的破坏？我们是快木的子民，大约从150万年以前，从日本来到了台湾，落地生根。150万年有多长呢？我们可以感受或不可以感受的，大约55000多万个日子。红块的话，由于说它整个枝条就是张开的，好像一个妈妈的样子，那我们妈妈就称呼芽芽嘛。那扁柏的话，由于说它是整个一直往上，就好像父亲啊，芽爸爸弄，就跟父亲一样，顶天立地。来的大雁，苗沙巴来，苗沙巴来。Talagay Swidan tana Kwara ku knayan Knayan ku bakista它是一个动态很有意思的时空交错的编织起来的大地史诗、夜剧、歌剧，每一株都在唱歌，每一个山头都在讲的，我就是台湾。是振翅飞向逆风的心。